我这里有两杯酒啊，一杯下了毒的毒酒，你想办法让他喝掉。确实有烦心事儿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哦，我跟我爸现在的关系就像这两杯酒，我要往东，他就要往西。哎，我要往西，他就要往东。我俩天天这么兜兜转转，从来也不会相互理解，就谁也不理解谁，搞得我特别尴尬。现在你搞得我也很尴尬呀。